16日上午，刘烨转发了一条网友截图脑补他在微博之夜学会比心的全程心理活动的微博。图片中，刘烨呆萌地偷偷向身边的郎朗等人学习比心动作，比心成功后一本满足的傻乐，戳中粉丝萌点。刘烨恼羞成怒的配文称：“你给我等着！”对此，网友纷纷评论：“哈哈，学会了以后多多比心。”社长，让我看看都是谁在黑我。帅的人做什么都是帅的，比心。非凡娱乐实时报道。